个我看不太出来 是什么东西哈、哦。这钢铁人系统跟我们实际上的想象的钢铁人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那就是拿两个好像看起来很重的东西。我觉得国军是不是下一次在宣传的时候，就是说我手上其实有五颗能量宝石，我这样一个可以壳哈、哦，哇，这个我们的敌人一半就不见啦、哦，是不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训练，大家期待的是看到一个训练的本质，看到整齐划一的军容，看到非常简洁有力的素质，看到非常清晰的战略，大家自然就会有信心了。可是呢，如果说为了去营造这样的一个印象，然后你硬要找出一些噱头，反而是让人家更没信心。为什么？就会发现说，你好像都没有把事情放在正事上面，只是想噱头。军队训练不是公关活动，军队训练是国之大事，军队训练是国家国门是不是能够捍卫我们自己的这个乡亲的百姓的安全、嗯、好，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人家不是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这个绿营最喜欢讲啊，美国这边又写什么，美国就写什么。今天绿营节目都不敢提这个华尔街日报讲的、啊、我们台湾的这个军队到底训练是怎么样，人家心里有数。但是即使是这样，这则报道我还是要讲，他有他的目的性。因为前一阵子哈，那拜登不是才说的，说我们对于这个台湾是有 commitment 的，然后台湾的所有的军，所有的这个绿媒啊，执政党就是说，他甚至直接讲得很白，说哎呀，这个以后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会出兵台湾呐。哎，各位，他没有说出兵，对，但是台湾的很多这个网络上这些写会出兵台湾哦，我还有截图哦，这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所谓的 commitment 是说，你需要武器的时候我提供给你，然后给你一点训练。可是如果你自己呢仗没有打好的话，不是我美国的事哦。我们从哪里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从阿富汗就可以看出来嘛。对，赵兴讲对。对，因为呢，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当时在美军撤阿富汗的时候还说，阿富汗政府军不想为自己而战，我们无法给他们求胜意志。没错，所以不是我们美国不保护阿富汗。所以当我们问美国说，你当初对Afghanistan 对阿富汗有没有 commitment， 有没有承诺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有。但是你阿富汗人自己没有朝这个目标努力啊，你自己没有训练啊，你自己无心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民主政府，啪啪啪啪，最后结论就是什么？我美国要走了。我美国要走了。是。所以呢，各位，还有人讲说，哎呀，因为这个台湾有绿扁帽部队进驻啊，请问一下，绿扁帽部队是要帮我们打仗吗？不是啊，他是要训练。为什么训练？因为他觉得你台湾军队不 OK 啊。那你到时候真的还是不 OK 的时候，我就走了、啊。我就说，我那时候有讲过一句话嘛，我请问一下，在台湾的绿扁帽部队多，还是美军驻在阿富汗的人数多？那结果住的比较多的，他都要走了。你几个人在台湾，你就跟大家说。这个执政党就给错误的宣传，大内宣说美国会坚守台湾的这个一起来协防，一起来作战，这未免太跳跃了一点吧。好，这当然那个画面当中，刚大家看到的就是手拿很重的东西训练肌耐力了哈。那这应该是那个动力外机器骨络，它帮助你在作战的时候负重。是，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在作战，当然我们台湾这个是简易型的。因为如果是以美国或是大陆来说的话，他们已经发展在用电瓶的力量来辅助你。例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作战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要带迫击炮，可是迫击炮很重，迫击炮很重，那你一个人带不动怎么办？那就用这种机械外骨络，然后套上去以后，你可以在山地里面跑。然后扛着它，因为它会帮助你的这个支撑跟力量。但台湾，我刚看到这个影片，这真的是太简易型的，阳春型的。这阳春版的。是。这个跟美军或是跟解放军比较起来来说，我觉得落差一两个代阶。台湾在这方面如果说要改良的话，要增加几十亿个，最少要几十个亿，而且要请这个。电机系、机械系还有动力系，他们来参与才有可能，不然做不到的。好，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看看，那美军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壮盛的军容呢？秀给大家看。不过首先插播一下，头条开讲现在啊，将近快20,000了，我们赶快冲好不好？线上的人数赶快冲一下哈。另外就是订阅数也要冲起来。914,000多，我们继续再往百万的目标要卖力的前进，好，卖力要卖力。现在订阅人数呢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加油，好吗？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忙跟支持，哈，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影片要先按赞，好吗？好，然后多多的分享我们的影片给更多人来长知识，好，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
这个刚才啊讲到了绿扁帽就在这里了，在这哦，因为呢事实上也是有外媒啊就报道了说哦，之前因为华尔街日报讲美军秘密驻台一年嘛，那结果另外一家媒体就说到了贝雷帽部队在训练台湾的军人，那么主要利用专业的语言能力、文化知识，然后跟当地部队建立融洽的关系，确保培训过程更加的顺利。然后呢，又说这个第一特种部队是七个绿色贝雷帽部队之一，负责台湾跟其他盟友之间的合作，形成对中国的封锁圈与包围啊。好，那看到这边，我想，哎，所以第一，这个就是他们在海外培训的一环嘛。海外培训训练费用是台湾出吗？嗯，赖老师是吗？哈，对，好，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很厉害？然后真的可以增加这个台湾这个军方实力大跃进，可以吗？我跟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美国的陆军有两支特种部队，是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绿扁帽部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三角洲的这个部队，是他们都要接受这个空训跟海训的一个训练，也就是说要空投啊、伞兵，或者是在操舟的这样的一个突击性的训练。它的基本的任务就是本来就是暗杀、击杀，那么追杀这个对方的政府的首脑或是军事的首脑啊。但是这个陆军的这个绿扁帽部队，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它的任务就是要在当地组建游击部队，那组建游击部队以后训练他们啊，然后来去颠覆他们的政府啊，去破坏、爆破、暗杀、瘫痪他们交通、通信系统等等，他的工作是这个。其实他这个单位也没有什么讲的那么了不起了，因为台湾以前有一支叫做政战特遣队，我们叫做亮山部队。其实最早台湾的发展比美国还要成熟，所以我们原本的亮山部队，我们的政战特遣队有派到这个越南，在越战的时候去帮助美军去组建当地的游击部队，然后来跟越共来对打。所以其实台湾以前在这特战部队发展其实绝对不会输美国，但是我们台湾的特性，尤其国军的特性，是就是瞧不起自己，嗯，然后慢慢的我们的这支部队的功能，然后就一直萎缩，所以就没有。现在反而是美国超越台湾了。哦，但美国呢？美国现在哈，这个赖老师你看，在中俄巡航之后，我们看到的这一幕是美国卡尔文森号与日本加贺号在南海联合演训呢。卡尔文森号这是今年第二次的南海部署了，可是，在看新闻的另一头呢，却看到了这个画面。哎，仔细一看，哎，这个是什么？水下的炸港测试，一看是大陆解放军哎。哦，央视还特别报道了这个这一幕，不知道是在哪里哪一个港啦。可是呢，它有这一个说这样子可以断敌军后勤的支援，因此可以摧毁掉这个码头。但是这个是冲着美国的行动吗？的训练吗？我觉得它是多方面的，因为这个我有去研究了一下哈。一般来讲，我们的军用港口它是有强化的一个基础，是然后它是防炸，尤其是军舰要靠港，靠港以后要补给所以它的军舰来讲，军用码头很重要，那它通常都会建构在例如说山多的地方，然后能够一个凹槽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对于解放军来说的话，他们想要知道的是，我做水下爆破，或是我做攻击的时候，我到底要用多少的 TNT 啊，就是我要用多少当量的炸药才能够把它炸毁，把它瘫痪。那他要的是这些数据，所以他们这一次的一个爆破是成功的。我看到他们，所以他们获得了他们要的工程兵所获得要的数据。那他们会根据这个数据里面去研发他们的弹头，也就是作战室，研发他们的作战室，使他们的作战的能量能够专门针对这些军用码头去攻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他们一旦发展起来以后，它可以是舰射的，也可以空射的，也可以地射的啊，就是我用岸上来射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它可以攻击关岛、夏威夷，可以攻击日本的横须贺港，也可以攻击左营军港等等。它当然，如果它把你的港口、军港摧毁了以后，你的军用码头都坏掉了，那你的军舰就很难没有办法靠港去补给。那你的后勤，你的作战能力当然就受影响。它这个是属于战略型的一个研究跟发展。